排队哦，哦排队买醉哦，哎，我真的真的看到讲的骑脚踏车来，真的骑脚踏车哎，哇，给我们先排队吧，排队排队排队啊，那个还是因为大家很好吃吗？很好吃的，好吃，不要买太多，啊，后面没有了，对，要不然后面没有了。我们今天辛苦了一天，威胁人家。这个训练完之后，那个内桶应该不够我们几个吃吧？对，这个一碗蛮扎实的，真的是蛮大碗的，哇，很香的，哇，超香的，对啊。老板旁边那个是你姐姐是不是啊？老板旁边那个美女是谁？阿妈。阿妈，阿妈你今天保养的太好了。阿妈你是麻油鸡之花哦，麻油鸡西施。阿妈几岁啊？80岁了，哎，年轻人不要买太多，你挡住我们跟阿妈聊天你。给你买好眼镜照哦。阿妈不要想这，我给你少年人哦，现在吃吃拢会吃，拢会饱。哎，老板真的是塞得满满的。对呀，很满，而且它上面还有那个麻油鸡，整块的麻油鸡。请问一下，一份卖多少钱呢？50块。好便宜哦。你看塞得满满的呢。这个的分量比一个便当还多啊。这个麻油鸡油饭是阿嬷发明的吗？对，那传承阿嬷的味道。阿嬷那款料好实在。是啊。锅渣烤皮。你每天过来这边卖是吗？定时不定点卖。啊，不定时不定点哦。哦。好好吃哦。香哦，浓浓的那麻油香哦。好好吃哦。没吃到饭。我嘛想着我阿妈，又是阿妈。哦，这个麻油鸡厉害了，这个腌的够味。高汤高油。嗯，高汤高油。那调味就好。队长，你想点么？来一碗吧。不会太咸。不会太咸。而且搭配旁边的枸杞，队长怎么样？队长钱债不够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处理，我可以，我处理。吃下去，我刚才讲，我说我第一次对训练我的人是心存感激的，因为体验到你的工作是有多么的辛苦，真委屈，对，了不起，真的了不起。不简单嘞，带那个光是装备就30多公斤。队长，你做这行几年了？今年已经19年，那你出过几次任务了？数不清了吧？这个应该很难算啊。你有没有什么样呼吁大家去注意、小心提防之后，其实我们可以避开很多的灾难，对不对？居家防火的观念，然后你在家里面的用火用电，大家都是互相去注意，然后你休息的时候、睡觉的时候，电器物品，这个用电的部分，对，这样去。把它拔除掉，你多一份注意就少一份危险。台湾一般家里最常发生火灾的原因是什么？通常都是电器用品，电器通常都是电器，一个插头插太多，就是过载的部分。我坐在这边看着桃园市政府消防局巴德分队就肃然起敬，真的就知道这个建筑物里面是有消防队的标志是什么？火凤凰，好，是火凤凰，浴火凤凰，浴火凤凰。火场那么危险，我们大家都往外跑，他们要逆向行走，对，往那里冲，你看，真了不起。你工作项目真海陆空全包哎，对不对？你说要上山，水里来火里去，对啊，太真的太伟大了。结果大家不敢来排队，我们在这里露营。哎，欢迎来，还是有做生意哦，150块。欢迎到我们学校樱花。好，那来胖姐顶位，胖姐顶位。你们学校樱花，哦，我有看到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绿豆粉粿。对啊，红豆芋头。这个是什么？就绿豆艾玉。绿豆艾玉。还有布丁。布丁。还有凤梨。凤梨。凤梨。我有闻到凤梨味啊。对，有。你说这个哪里是凤？这个是凤梨。对，凤梨。嗯，对。哇，漂亮。这个在里哦，这个粉粿好好吃哦。我可以。好软，好 Q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黄色还橘色？黄色。对啊。你看橘色是凤梨冻，你不要捞太多。不好意思，这一块，就这一块了。这是凤梨冻，这个很够味。然后这是荤桂，荤桂其实没有味道，它就是它碰上什么东西，对，它就是碰上什么它就变成什么味道。嗯，好好吃哦，夏天吃冰一定要加凤梨。还好我们跟乔生
谢谢你啊、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不会嘛，谢谢大家。不是，你刚刚有可以加料啊？哦，对，你刚刚有帽子有顶到啊？对，我们抓头料。哎，他们是两姐妹。其实这个更。这个酱好，这个是我们招牌，我们自己做的，厉害啊，对，手工做的。这是蛋糕呀，这一种绵绵冰，绵绵冰，是绵绵冰哦。对，我以为是蛋糕皮，好绵的感觉，哇，好绵哦。它是纽西兰奶粉打的哦。哇，而且不会太甜，嗯，完全不死甜，嗯，好吃。在外面吃不到，只有这个好吃。这是双麒麟来的啦，比双麒麟更好吃。因为双麒麟有时候太软，它这个是有颗粒的。哦，我的荤桂不要浪费。它太 Q 了，会跳。对，它会跳，它一直在跳动。哦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太 Q 了。嗯，这个厉害。所以你们把它做成冰砖，然后自己再下去打。没有，我们是手工这样子。用挖的。对，用挖的。哇。这是传统的台式冰淇淋，对不对？那种把布会推会推的那种，有类似类似类似，可是它这个口感更厉害，我不会说这个口感，但是这个口感有点像双淇淋，但是它又是有颗粒的双淇淋，它是双淇淋的软韧跟绵密，可是它又有颗粒，它真的绵绵冰是最好形容它的方式，对啊，对啊，不是的，这个对，可是因为一般绵绵冰都是奶。对对对对，可是他这个，对对，他这个太难，他这个完全不会，他这好好吃哦，麻烦你多给他们几个汤匙啊，真的真的让大家分享，这个好好吃，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是腰瘦的，我现在吃回来这个，我的是清冰，我的没加牛奶，所以我的落差很大，我还是回来这味道，这个味道很好，这味道很好，这味道超好，可是我一直很想把刨冰带去国外做。是我也是啊，你想把它带，我也是啊。你想一定要做到什么贵，可以做那种水果刨冰，或者是红豆那一些外国人懂的食材的刨冰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做。可是我是想把台湾这样子的原汁原料，比如说绿豆、红豆、对，花生这种东西带过去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我要贵什么的，我觉得晚一点。可是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南非有没有绿豆，有没有红豆，有，都可以煮出这样子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豆子在国外是。主食嘛，豆类，嗯，国外外国人常吃豆，要不要？就从南非开始，我们从南非开始开连锁，真的。走走，我们线下主食棒了，走了，我们就开创冰店，创业，说动就动，说走就走，多积极有没有？要不要跟我们创业？走，我们改节目要开分店，去创业去。哇，纽约分部就你了。南非部长就他了，好不好？我加州，我加州，我加州，我加州可以，我加州，我去加州。巴厘岛我也可以，巴厘岛我也可以，我可以管两个地方，可以这样飞嘛。在全台湾呢，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光明正大的讲脏话，哦，就是脏话。哇，请示范。哈啊，脏话。无聊，欸，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我们啊，对啊，打工换点心。啊，欸，我听到点心，有点心，你们有良心呢，欸，嗯，有良心，太好了，有点心的时候就表示他们有良心。是哦，喔，天气冷要补充一点热量，对，欸，要感觉也不够，但是通常他们的补热量都一次让你补过了。你这个你在哈哈，啊，我最近已经很少有热量了，所以热量太低，阿比身材非常的好，是这样。我们晚上住一起的时候再脱他衣服。哎，不能脱。来，什么地方？什么啊？糯米炸，糯米炸，糯米炸。哎，彰化非常有名的糯米炸，糯米炸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米炸是什么意思？就米蛹炸的。它其实就像马蹄，真的像。我爱马蹄。你刚刚那什么表情？你刚刚那什么表情？我爱马蹄。什么表情啊？好好吃哎！真的像，真的像，真的像。马蹄很好吃。糯米炸。也期待哦。彰化它其实有一个故事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什么故事？又来了。糯米炸是有故事的，不是胡说八道吧？真的。在60年代的时候，这个是台湾女性的一个代表。要养活一家子。我听说那时候是因为她的丈夫好像是生病了，卧病在床，还有两个小孩要养，遇到了一个贵人。这就是人生都需要机会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机会。真的，你的贵人什么时候会出现？不要气馁，他一定会出现。好好等。糯米炸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糯米炸是摊子养活一家人，哎，一家子啊。哇，厉害！糯米炸，有没有你们说的？
你好，我们是那个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哎，我是小豆。你好，我是蓝君天，你好。哎，贾斯汀，你好，你好。蓝眼羊。哎，好，我问你了，九位哈，一个压力突然间就是良心发现了。李港工，来到彰化，你们有点心可以吃。好，我们想说来打工换点心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。现在就开始吗？来，怎么了？分两组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来了。先找同伴。Always， 他们 always 是这样。那你要做什么呢？白菜，黑白菜啊！洋洋，什么是黑白石头？黑白菜。那我先出来，再猜一个。好，那我们两个。好。跟喜欢吃这个的应该是 OK 的吧？对，等一下我跟谁？我跟他一对，你跟他一对，对。你们在处罚我是不是？我怎么？怎么惩罚？是一个惩罚吧？你怎么了？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？I don't know。他就是全身蹲 Q 以外，他只要做菜他就不行啦。但是你做菜行啊。那碰到你我就不行了啦。好啦，可以了，我至少配这个糖分了。弄糯米，来，哇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糯米。糯米。糯米怎么长这样？它糯米磨的啊。磨成粉的。哎，磨成粉啊。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这米的味道。啊？它会不会那个香味不能吃啊！不能吃啊！他想被碰。我刚不是说可以试一下，你说可以。四个人全在这里。对。分组了啦，分组了。是四个人全在这里，好，我们四个人在，没有两个人在这里，两个人戴手套。好，我想哦，这个比较简单，这个比较简单，这个我跟贾斯汀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不是有看到他拿出来的成品吗？炸的歪哥起出来有没有？他很艺术感。对，对，所以贾斯汀可以，他随便弄就可以，这不太进到这边。OK， 那需要炸控制温度的那一边，交给你。好，没问题，好，好吧。那这怎么做？茶水倒全倒吗？我一点点。一点点，把它的全部倒进去吗？他刚说一点点，啊，我来了。我刚刚就放一点点啦。你刚刚一副要全下的样子。没有，我一个点。还是看着他已经好了好了，还好了，我以为他慢慢好，然后嘞，刚刚没有睡着，揉一揉，再揉你最会了。哇，真的，你看。很有技术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？要这样子？我现在都懂为什么要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阿妈他这样揉在磨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哎，阿妈说很可以，可以哦，有希望吗？他说嗯。阿妈，我们这里面的成分有什么？来宾，有啥物件？糯米，干那米呢？哇，阿你当初是哪会想到讲要用这一种物件，叫糯米渣？古早在前面阿祖的时代都有这个物件。阿祖的时代都有这个物件啊。很久很久。阿祖。那我们来站这边，你来站这边讲，你才听得到。啊。你讲是，你的阿祖。对啊。哦。你的阿祖唔就是差不多，我咧想看卖啊。清朝。也不是清朝。是明末啦。嗯。他的阿祖。都八十多岁。他就从那个时候做到现在。哎呀，哦，做快要六十年了。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做法是一样的吗？还是有改变？没有。那个真的，差不多一百年吧。超过了啦，超过了。你为什么自己加水啊？阿妈跟我说多加一点。不要这样，我会管我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中间好像有什么心结还是有什么，不是，只要他开始做食物，我们都很担心啊。通常都有，对对对，好了，有没有奖？有没有奖可以加？有奖可以加才可以加。他就是这样。是。那糯米有？哎，糯米有分什么糯米吗？甜的、咸的、盐的、姜的。盐跟姜的啊？姜咱是用盐还是用姜的？盐。哦，对啊，糯米有分圆的跟尖的。我们这里是用圆的下去做的。等一下，这样，这看起来好像那个 cheese， 哇，那个 cheese， 对啊，真的，很像 cheese， 或者希腊 yogurt， 啊 ，yogurt， 也像，这个要到什么底部才是？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炸了，可以炸，这样可以炸，这个可以炸了，哦，好，现在炸起来很好吃，这样炸起来很好吃哦。你看这个，Justin， 要我上。
你被称赞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这样炸起来会很好吃。哦，那一定的。哇，用一点点，用一点点，用一点。我们下去炸，哎，我们这样这样就够了。快一点点，再少一点。再多一点吧。哦，这样子。太炸了。要太炸了。太炸了。回去看看。跟那真的很不一样。好酷哦。我专业，我专业。好，来，拉拉，拉拉，小心啊！好，你会不会炸？我会炸，小心啊！这都是痛，这都是痛而已，没关系，你不怕痛。可是你这是一个一个，是咱们的时间都不一样。对对对，所以很快，很棒哦。我觉得很快，好厉害哦！是不是？呜！你要吃点，吃点，我想啊，但是吃的有点太多了。小心会粘到手。还有什么？继续讲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哎哎，请问一下，你要您要几本？各一个。一份是七个，七个。七个七个。他拿过来都丢到里面。有没有不及格的？先把它挑掉。这个有不及格的，这个都可以。对，可以。都可以哦。它是这样子转吗？对呀。每一个有不一样的特色。七颗。然后这边再七颗，皮割出来那个可以了。好吃哦，一定好吃的，由我们蓝君天来操刀，真的。对，有两份多少钱？是不是？不知道。这边那芝麻，好，这边芝麻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。然后可以，这个等一下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后面还有人在排队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这个炸过，谢谢，谢谢，慢走。来，美女，请问一下你要？四包，四包，四包，一百块，然后是都一起的，综合的。好啦，免一刀。对，谢谢。不够了，不够，不够了。好好，马上，马上。好厉害哦！多来两罐要多了，来两罐先包起来。啊？再小一点。两罐包。再小一点。好，小一点，小一点。老板都亏本，都亏本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老，我们还在工作哎。我们顺便客人，他每次都在我们就聊得开心的时候，就是很喜欢进来捣乱，你知道吗？调皮呀、啊，怎么了？三十分钟内卖出2000元啊？啊？2000元的才你买四包多少钱？2000，他买了四包才100块，这么平价的小吃，你叫我卖2000？对，30分钟，团体合作，想办法。那我们要，我们要卖80包，这边是不是还有？还缺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缺，还缺两包，还缺两包，还缺14颗。哥，老板说亏本了。看一下这个 size， 这个我看一下这个 size。豆哥的 size， 对不起，阿妈，多的我买。后面还有人，后面还有人在排队了，赶快，我们要赶快从下，哎，从下一个就开始算了，快收了，快收了。哎，对，还没计时开始啊，从下一位开始算嘛，对不对？这个，那个天线宝宝是，我专门做造型的，好吗？我是有造型，哎，要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好耶，感谢你们，祝福平安，祝福平安，嗨。那你要买几包？买10包好不好？要来拍照的。先来个10包了。你们三个人太帅了。等到4包我们就给你合照。那你先买个10包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比赛。好了，5包了。2包了。就这样走掉。一包。再谢谢。好来哦。谢谢。计时开始，30分钟。好。哎，你要等到客人啊，先可以。你要分什么口味？两份可以。你不觉得再多买一份会比较好？今天只要额能买一份，加进来。可以。好，聪明，聪明，来，两份需要什么口味？综合，好，综合，好，几个放在里面，我在街上卖。哎，可以，这样好，要炸快一点，反正你就是炸快一点。5分钟已经过了，哎，不可能啦，等一下啦，我们时间跟得上吗？可以，我现在越捏越顺手，你们不觉得我现在很厉害了吗？很厉害嘞，是不？好厉害呀！对，大小我现在控制的非常的好，有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。刚好几颗对不对？对，有那边有，好，几颗拿起来。我还在处理前面大哥的那个。对，两份，两份先来，七颗先来。大哥，来，40块。啊，哦，差，对。
一个吗？可以，跟你合照啊。可以啊，进来，来，你们进来，进来，来来来，来，进来照。谢谢。因为我们在比赛嘛，跑不了。因为我们同一天。我们同一天了，这么幸运，我买一包送你。好吧。钱条我放哪里？好，谢谢你哦，生日快乐。好，接下来就四份的开始哦。四份是150块吧？两个花钱两个花。哇！谢，拜拜。拜拜，两个花钱，拜拜。两个花钱。请问大哥？你想要点什么？我要两份好了，两份。你想要来一个那个花生那个芝麻 ？Justin， 哎，我在用登记的，算吧，预付也算啊。你可以跟他收虚拟货币，哎，比特币。我们想要现金，好不好？现金。登记。你有几份？我拿3份。3份。那剩下的呢？两个是50，一个是30的，那就80，对不对？是吗？80，对不对？炸糯米好吃，有没有吃过？没有。哪里来的？台中来的，来到台湾的一定要吃糯米炸。真的。有没有？先来一个10份。那你要什么？有什么口味？芝麻跟花生各2啊。花生各2。好，那我先跟你收100块。好。啊，你要排在他后面。要排队，要排队哦。不好意思，小姐。哎，好，这生意做得越来越好，所以就会这样。哎，他们排队啊，靠里面一点，小心车哦，各位。哎哦，来吃哦，炸糯米很好吃。出去拉客啦，Justin，要不要吃啊？糯米炸了，要不要吃？糯米炸，你要吃吗？Justin，靠你了。糯米炸，糯米炸。我把它下好了。我们的业绩还没达标了，快点啦！要不要吃炸糯米？很好吃，他说要。已经碰趴了。我说实在啊，做小吃这种真是辛苦钱，在油锅旁边真的是辛苦钱。而且他那个还他都有技巧的，他都刚看那个老板在那边捞。我觉得做生意啊，门面非常的重要。就像我们在那边跟大家聊天，你要代持维持的一直都是要笑容满面，还要等笑容可掬，友善。450这边，真450，5、6、7、8、9，1000多，1010块。这样，我们就这样。所以你们这是辛苦钱，这辛苦钱呢？你跟我讲就这样。导演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看，卖成这样全身，你知道为什么是不对的吗？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以内哦，我们是不停的哦，我完全没有休息，一直做。我们的代表没有，也就是不可能。拜托，我们都没有。董哥，下跪了。那你还不下？到底为什么？还是有，还是有，这次给我们一个红包，谢谢阿妈，卡中，谢谢，厉害的2000瓦工吼，你看迄要求的，讲也卖2000块啦，迄短短时间都要卖2000块，哎，根本就是无良心嘛。我讲在阿妈，咱就有爱心，像我们四个年轻人在这边，哇，最后起来，来，谢谢，小美心，谢谢阿妈，来，请用，他叫我看。贾斯汀数学为什么这么烂？冷可食。阿伯来吃啦，过来吃。虽然是炸的，但是它里面还是维持嫩嫩的，就是绵绵的，然后外面脆脆的，好好吃哦。我觉得这个哈，其实吃到的根本不是，它就是一个温暖。对啊，送来的就是一种温暖，温暖的点心。哦，半毛是一个花生，好好吃哦！哇，你看这个，对嘛？多漂亮，它的里面。老妈，你这样子，80几岁了。80多。每天还是都在店里帮忙。哎呀，从少年做到大。无来，感觉足解忧的。阿妈，谢谢啦。感激不尽，阿妈，谢谢。谢谢。让我们有一个愉快的点心。真的，我们很开心看到你，很开心认识，健康幸福啊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健康。好，来，请来照。谢谢啊。来，谢谢。打工换数，我被请进入诊。好，来，好，进来。不啊。今天吗？今天。阿妈说她会去拿一些给我们带去吃的。
干嘛？不想要，这边要走了，不要走了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助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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